你下来，将军，上面危险，你快下来！你就是个大骗子！别闹了，快下来，上面危险！别错，你下来，我接着你。拉倒吧你，我还会再被你骗第二次吗？走开！ 小声点，别把元帅那个大灰狼找来。知道了，小绵羊，我们回家吧。 抱抱我吧。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没发生过。 现在。
走出这门，姑娘就自由了。阿云，收回命令，你不准走了。我会让你放手，是因为还有人在。金帆不算，我不算。走，带你回玉宫。你笑什么？这句话之前你也对我说过。是去女魁院落接你那次吧？不会再有第三次了。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让你离开。走吧，走啊。告辞。今天石头跟阿德跟我说了很多永生之石的事情，我就是担心孩子们吃了这么多年的果子，会不会经历了这么多，就是觉得以前的日子也没有那么难。虽然清苦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可是也不用提心吊胆，不用担心被利用，做个普普通通的人挺好的。就是觉得以前的日子啊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怎么会回不去呢？就像你一样啊，再也变不回那个傻傻的阿狗了。原来你喜欢以前的阿狗胜过喜欢现在的我。这样吧，你跟我讲讲以前的阿狗是什么样的，我来学一学。好了，别担心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在，鼻涕虫他们在，我们的家就在。可是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一条心，就不会有事情发生。阿狗，我今天跟石头、阿德还有孩子们说了，说你练会了神力，还打败了大神，还跟妖族结盟了，他们都觉得你真了不起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也还不错，继续努力。
菜，打败黑龙后，我们成亲吧。好啊。林天花雨落窗，萧瑟凝成一道声，泪水无声淡放，只是不敢对我，心中人在何方，眼前人不一样。先生，小心！先生，你们骑马先走，我来掩护。快走，上来，驾！在天黑之前，闭上双眼，再见你一面，终于发现。好久不见，你不是才花钱把我的副主编挖走吗？钱？你以为只有用钱才可以把人挖走吗？不用钱用什么？我还纳闷呢，你们的薪水也不会比我们给的多啊。那可能我们这儿有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价值呢。再说了，钱只能诱惑那些没能力然后又没有上进心的人。是我，是我辛辛苦苦把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编辑培养成一个副主编。是啊，当初你把他从我这儿挖走，不就是因为他会写文章吗？会写文章的人只要保证他一件事就可以了，就是让他好好的创作，好好的去写文章。但你没有做到。我哪有不让他去做，是他自己不干啊。有可能，有可能在你那儿他就是不想干。我也没有去挖他，他自己来找我的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吧。走了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主编，你没受伤吧？你从哪冒出来的？主编，你看到了我的真心吗？你疯了？但是我看到你的真心了。
干净，擦干净给我带上，明儿我就拿去公司晃一圈。不要生气嘛，结婚戒指是一对儿，那个你买，那个得天天戴，这个就是婚礼当天戴一次，你买太浪费了。多少钱？当然不能告诉你了。桂乔，买都买了。不想你受委屈，什么都要最好的，我们要风风光光的结婚。你不在意这些，可是很多人俗气，他就专门盯着这些看。我不想别人在背后指摘你，反正我不许你受委屈。戒指我买得起，你还要还钱。明天开始有一个长期任务，等能回来我和你一起去家里。正好立正。哦，严肃回答，为什么不带我去家里？我陆延辰立过二等功，品行端正，样貌也还算不错。何止不错，红颜祸事。严肃回答。哦，为什么？不想你受气。我受委屈可以，但我要看到你受气我受不了，一丁点都不行。谁都不可以欺负你，从今往后只有我可以欺负你，要是有别人欺负你的话，我能跟他拼命。不是哄你的，真心话。对不起。你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？上学那会儿答应过你，无论如何，经历什么都不分手，还是分了。对不起。能撬开你这个闷葫芦的嘴，真的比登月还难。恭喜你，登月。
松鼠桂鱼宫保鸡丁猪肉炖粉条安排上吧。下班了。偷什么了？惊喜啊！你不是说给我准备了惊喜吗？哪儿呢？这么心急啊？出生证明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自己批的。你批这个干什么？这是犯法的。我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就可以去办户口，我就可以去办身份证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可以参加高考了呀。你想想，以本公子的聪明才智，这随随便便就能考个名牌大学啊。你再给我点时间。你不是喜欢这家公司吗？啊，我花个三五年，我打入公司内部，这个陆子成和叶青分分钟就被我踢出去，那这个公司整个就是我们的了。你想干嘛干嘛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笑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不同意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肯定不会这样啊！凭本公子的才智，我可以去外面找个工作，那些大学教授什么的职位，那也是唾手可得。大不了我就牺牲一下，挺进娱乐圈。你放心吧。我肯定会为了我们两个未来负责任的。没想到你为我想了这么多。不过这个我还是得删掉，因为这真的犯法。哎，删掉了。我批了一天呢。你不用做这些，放心吧，我养你。走，我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。我来庆祝南小星正式成为全职作者。我不是跟你说我今天要跟叶总一起吃饭，让你别过来找我了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是来截胡的。我要当跟你分享喜悦的第一个人。我还以为你知道以后会觉得我太冲动了呢。怎么可能？你有天赋，当然要好好运用啊。而且现在我一想到你不用再给那个陆子辰当助理了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啊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呢，好多工作我都没有交接，不能陪你了。这有什么的，我可以见缝插针的陪你啊。你要去跟叶总吃饭，那我就送你过去，你吃完饭了我再去接你。你怎么这么好啊？那当然，第一天知道。走吧。今天不能陪你一起吃饭，那明天我请你吃大餐好不好？好啊。我想想我们肖无敌爱吃什么，他可说过早餐少于十道菜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。那我们就去喝早茶好了，喝早茶可以点蛋挞。我能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。干炒牛河。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。老板，你好了吗？车已经停在小区门口了。老板，这么着急去上班啊？不然呢？早餐只是给你一个人做的啊，不要给别人吃了。到了。你上班之前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忘做了？少了什么？最
点干。你最近怎么这么粘人啊？有吗？嗯。那可能是怕现在不粘，以后就没机会粘了。别胡说。车已经到了。啊，对。我先走啊。去吧。早点回来啊。小迪。啊。爸，你怎么不接啊？我给你的爱心。哦，掉了，收起来。我也给你递一个。拜拜，拜拜。如果没来写一本小说，记忆万一有差错，要怎么寻回遗落？早啊。嗯，我做了盲品菜，为酒楼重新开业做准备，想让你试试。盲品菜。就是用一个密封的容器，例如鸭腹、冬瓜、铜钟等等，把食材包裹起来。客人在没有打开之前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。如若你都喜欢，那别人肯定会喜欢。烟春冬瓜配上金川海鲜，清爽可口。我真是个天才。可我不怎么吃海鲜，不如你找郡主。让他帮你。郡主说要节制，拒绝得很果断，所以才找我。嗯，可我还有正事啊，郡主。你争。好。好吃吗？嗯，冬瓜提鲜，这方式可以一试，不错。那现在是不是没那么紧张了？你晚上有大事儿，我怕你紧张，所以打个岔。我叮嘱过苏晨，万一我出了什么岔子，不会出岔子的。可我私自查案，就算抓到了人，也有可能被罚，被贬为庶女。你不怕？那这样子好啊，这样就跟我一样了。我的神仙六少主终于要落地成凡人了。你饭量小，我养你没问题的。你笑什么？我家中也是有一亩三分地的，还有鸡鸭牛羊驴，院子里还有一棵桂花树呢，到了秋天可以酿酒喝。不过你可不能白吃，得干活。好，听你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这么大个冬瓜粥，我一人吃不完。你得回来。
在家等你。说了不来，还打扮成这样。学长，这首歌真好听，你的声线也一定很合适。倒是摔倒了，我可不服你。就知道你不行。学长，学长。好听歌。学长，我脚疼，可不可以让我靠一下？脚疼就回去坐着。别怕，是我。华哥，我先带你出去，这里太混乱。华哥，你在哪儿？袖口都要被你扯掉了，为什么不直接牵手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被关爱看到了不太好。像是一刹那，好天气忽然下起暴风雨啊！怎样太多太多不可思议，比如爱上你，就这样行吗？爱你，你这是在遛狗吗？住了，算了，原谅你了。